劲辣辐射覆到海底燃变种鱼，福岛第一核电厂核灾难发生超过一年，海洋生态经历一场浩劫。呢位摄影师在地震后四个礼拜冒住辐射危险，多次潜入海底，用镜头记录核灾后的海洋。最初只是见到垃圾，毫无生命迹象，直到去年十二月终于见到生物，海胆、鲍鱼、章鱼和十几种鱼，包括这一条怪鱼。中国青年报认为这条其实是海鲢鱼感染了辐射变种，但有人质疑鲢鱼即是我们讲的唐虱，属浅水鱼，通常在淤泥或者沼泽活动，怀疑它只是海鲢鱼和石斑的同科，并不是什么怪鱼。是不是变种重要研究，但核电厂的情况越来越差就是事实。星期一，东京电力公司用内窥镜探测二号核反应堆安全壳，录到的辐射量每个钟头达到 31.1 到 72.9 希的超强水平，人类停留一分钟就会呕，八分钟即死。分析认为是融化燃料穿过压力容器流入安全壳底部，令到辐射量急升。安全壳里面的水位只得60厘米，比原先估计的10米低得多，但东电强调水温只有摄氏50度，代表融化燃料仍然处于冷却状态，可以放心。